播吧。1月13日讯，亚洲杯 A 组小组赛第二轮阿联酋2-0战胜印度。但在这场比赛前却发生了不和谐的一幕。据今日印度等媒体消息，一位阿联酋男子将印度工人关进囚笼，迫使他们支持阿联酋国家队聚集。这名男子询问这些印度工人支持哪一队，在得到支持印度的答案后，男子便将工人锁进牢笼，并拿着棍子对他们呵斥，告诉他们应该支持阿联酋，直到这些工人被迫改口后才释放了他们。这则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热传后引起广泛争议。随后阿联酋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声明称，这一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，男子已被当局逮捕，目前他正在接受审问，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，他与宽容和尊重的价值观背道而驰，人人平等歧视行为是不可接受的。根据阿联酋法律规定，男子将面临着6个月至10余年的监禁，以及5万到200万迪拉姆约合人民币9.2万到368万的罚款。小板凳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。